啊，迄有通五时甲别五时，别五时就是佛陀教化众生的方法，依处分为五时阵，以显说法，以显说法的次第，通五时，就指每一个时期当中啊，相应修教者的能力而说法。自己各地不同的法语，以显教法的用通。此外，关于五时的年限，有真侪讲法。有人咧讲，五时是毋是应以时间为分别，或者是以理论的组织分别？自古以来啊，争论的这个问题。所以咱就记者在说安怎讲，咱照安尼就好。下面讲八教，这是第二个阶段。头先讲五时啊，华严时啊，毋是方丁时、法界时、法轮涅槃时。起码讲八教，又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八教就是化义四教，化义四教什么意思呢？就佛陀教化众生所用的这个形式，甲这个仪节。好，以这个法华四教，就是佛陀教化众生所采用的教化的内容，第一。化义四教呢，就顿教。佛陀最初将伊自内证的方法，直接教示这个众生，相当于《华严经》所说，就是《华严经》直接讲伊这个内心的一证，证得这么深的道理。第二，就是渐教，教化的内容为浅而渐渐深入这个渐渐深的教法，相当于阿含。阿含，所以写一个初渐教啊，分作初、渐初、渐中跟渐末。所以这阿含经就是渐初，根基上差。慢慢成熟的方丁经就是渐中，渐渐的渐，渐渐啊，进入这个方丁经，是方丁啊，下卡一个中。破戒是末，哦，这是渐教进入这个破戒地位的教化，根基搁卡来，三时所说，所以有渐初。渐中、渐末，就是渐教分成初中末，安尼。第三，秘密教，佛陀应众生的不同的根基、的能力，因材施教，施以个别的教化，而因此彼此啊，互相不相知，这叫做秘密。啊，佛陀给伊教，伊无了解伊，伊嘛无了解伊，这叫做秘密。不定教呢，各种的根基的众生，虽然坐伫咧同一个所在。但是因为能力不同，所提供的教法不同，这个叫不定。简单讲，就是每一个人体悟都是不同的，这个叫做不定。其中，秘密教和不定教的共同的点，就是同听异闻。好，秘密教和不定教的共同的点，就是同在咧听，所产生的听法不同。同在一心的听法呢，所听的法拢不同。但是真正是秘密啦，啊，真正就是相互既不知利益之差别，就是讲秘密教是因为互相唔知影利益，哦，你听你得到大利益，我听得到小利益，这互相无了解，是为人法既不知啊。秘密就是讲人你也无了解我的内心，听佛的讲法，我得到偌济，你也唔知讲我听偌济。比如讲佛的讲这个四谛法，啊，这个人听甲迄个人听。感觉无同，哦，伊听这个四谛法，但是伊证得这个圆满法，伊听这个四谛法得到一点啊尔，所以人啊唔知，法嘛唔知，知不知？后者就是不定法，后者呢，啊，就是不定法呢，是了知相互利益的差别。哦，我有得到利益，你冇得到利益，但是你得到利益较大，我得到利益较少，拢知影，但是这个是人知，但是法不知。啊，你知影我嘛知影你，但是呢，你所听的法是真好的法，所以我听到的法是平平啊。所以讲这个是不定法、不定教。好，经是前者，就是讲秘密教；后者，哎，就是讲这个不定教。有不定教言义，不定教伊的原意，本来意思是讲个人所体悟的教法无一定，所以严格来讲呢，原定的秘密教理应该称为秘密不定。原定的这秘密教理的。应该称为做秘密不定，你不定教就应该称为显露不定。头前这个秘密教就是讲，一听的话
无共，但是大家拢无了解，这个是秘密不定，无显示出来。啊，后壁这不定教呢，叫做显露，因为你知我嘛知啊，但是你听的较得力的，我听的较不得力的。啊，真正，咱大家咧听这个弥陀经，大家拢知影你咧听弥陀经，但是一滴滴的法喜充满，一滴滴的少，较少。年纪大的人无读过册，伊讲拢总听无。拢总听无，哎，因此啊，爱了解啊，这是显露不定教，是对处顿渐能教，那是公开教法，所以称这个显露定教、显露定教。啊，这个顿渐二教，这是公开教法，称为显露定教。怎么过来？化法四教，头前是讲顿渐秘密不定啊，顿渐秘密不定啊。第二个呢是化华四教，化华四教呢第三藏教，略称宗教，就是小乘教，是三圣人说阿含经，为着声闻缘觉菩萨，菩萨较顿的啦，哦，说阿含经，以明但空，就是敢知空的一面，而唔知同时有不空的一面，这个道理，并由虚空观。虚空观的意思是讲，慢慢的去分析啦，慢慢的分析啦，又做浊度观，浊度的这浊就是比较笨，比较较差了对啦，哦，干裂啊，就是讲虚空，即慢慢啊，这是这个浊啊，就慢慢的分析，这浊的变这个浊好的变这个电子质子中子，后来的无。啊，慢慢来个分析哦。咱这个身躯就是四代造成的，四代就是假。那么假的这内面的细胞，这个骨头有一天会死，会灭。好、哦，慢慢的去觉悟，这个是浊度观，比较根基较差。你入这个无余涅槃之教，无余涅槃啊，这十四个没有解释的，无余涅槃就是无生这个身躯啦。啊，解教的这个菩萨。以制服这个见思理性，见思理性啊，为彼断尽烦恼，为教化众生，经三大阿僧祇劫，证悟长期间实践因行，所以叫做福德行因啊。意思讲啊，这个藏教呀、宗教呀啊，那么福德啊，爱经过三大阿僧祇劫啊实践安尼，所以这个无惑行因呢，根基较差的对。第二叫做通教，通教呢通啊，有通同通入与共通。注意恁初看有较难吼，吼、哦、听到这个时阵真难吼，安尼无啥啥吼，袂要紧，录音带阁买回来，阁继续听吼。哦啊，等于一定要听，傻到可以烂，啊，再过来，哦，啊，当然我袂使一直等你，我袂使一直问讲，啊，你听有无？听无佫讲，听有无？听无佫讲，安尼一牵着说，这众生吼，听无无要紧，慢慢来。通教、通友、通啊，通友、通，看这个通教啊。通教通有通同通入共通，以该教为声闻缘觉菩萨三性所共通的大乘初门教，这个是通教，通对大乘去就对了。即有如幻即空，如幻即空啊，简单讲，当体就是空的啦，当下就是空的啦，一切事一切物啊，都是因为因缘所成立，所以叫做如幻的即空。如幻之空，空假的对，的道理啊！啊，观体空观，观体空观，观这个体空观，就是观这个全体本来毕竟空，又做巧度空，比较厉害了，头壳较好了。简单讲的，就是讲一观就知影讲这是因缘合起的，根本就无所得，啊，无什么通执着的啦。初教菩萨中的顿根者。敢来当理解比较较浅的教理，以宗教的菩萨当证的菩提果，叫做通通。
通通啊，就是讲宗教的菩萨，东正的菩提果，通通。下面讲圣经的菩萨，会当领悟到教中所含的深奥的中道的妙理，所以最后伊会当啊入去这个别教甲原教，就是通教。一旦入去别教甲原教，叫做通立。通通就是以宗教会当证到这个菩宗教的菩萨的东正的菩提果啊。那么即马讲以圣经较来的菩萨，会当领悟到较深的道理，这叫做入去这个别教甲原教，叫做通立啊。如此由通教转进别教，称这个别接，别接通。别接通的意思就是别教来到这个通教，意思讲通教的人会入来这个别教啊，别教甲伊接引这个通教，慈悲就对。别教的根基搁较在性更较深嘛，所以啊叫做别接通，别教来接引这个通教啊。那么或者是一旦讲别入通，就是别教入来这个通教啊，由通教转入去原教，这叫做原接通。哎，也就是讲，原入通，原教入来这个通教，好、哦，原教就根基才来入来这个通教，还是通教根基较来，会当让原教来个接去。同时，通教的菩萨为着学习别教的教，而以别教修行的目的名目啊，来表示通教的位处啊，此称为名义明别义通，就是名是无同，但是义理是会相通。第三，别教，别就是不共甲离别两种意义啊，就是不共理性独为菩萨，叫做不共。别教就是唔是小乘的啊，唔是声闻，也唔是妄觉啊。这一点别于其他的三教，又搁有差别的面观，又有差别面观察诸法。差别面来观察这个诸法，叫做离别，所以叫做别教。简单讲就是讲，宗教啊有宗教的差别，通教啊有通教的差别，别教有别教的差别，所以这叫做别教，啊、哦、叫做离别啦。啊因为参这个理性无同，因为都是菩萨法，这个不共也是叫做别教，所以别教就是讲别于其他的三教。拢有差别，也是会使叫做别教；别于理性法，也是会使讲做别教。啊，所以称为做别教。处教处地观空，观空观，再过来观这个假观，再过来观这个中观，三体。观空观的叫做真体，观假观的就叫做俗体，观中观的叫做中体。你悟到中道的道理，但是因为啊，伊啊。中道啊，无同款，这个空，搁假，假就是假有啊，所以称淡中。淡中是只有中道，唔是圆满咯，不是圆满教哦，只有讲这个中道。就但是因为伊个中道是无同款，这个空假，意思讲离开这个空搁假，另外有一个中啦、啊，吼、哦。所以观空界之外，还佫安尼一个中庸中道。好、哦，伊个观法叫做次第三观，次第三观就是有顺序的，根基佫较差，根基较差，根基较差的意思，根基较差的意思就是讲，观这个空就是空，观这个有，皆有就是有，观这个中就是中，叫做观空、观界、观中，就是有分有次序的，叫做次第三观，啊，又称为隔离三观呐、啊。有隔阂的啦，别教的菩萨到初地了后，悟到中道的道理，就是见法身啦，与原教的人同款。但是伫个初地以前，为一个淡中，就是干那了解，吼、哦，这个中道，无了解讲中就是空就是有，无了解讲空就是假就是有，啊，假就是中，无了解讲假就是中就是空。意思讲，原教就是讲，即空即假即中，即假即空即中，即中即空即假，愈来愈花了，你有看？已经两眼无神了。
头一回叫来听经的时候，听到种的吼，晕倒的。第一天啦，唔捌听过，听到这晕倒起来，倒咧困靠面啊咧。啊那听话的人是哦，亲像得到宝贝，得到宝贝，啊，就是安尼啊。所以啊，因为伊干那淡中，就是干那了解一个中道，无了解中道，够几足空甲窄，空甲幼啊。好，所以啊，别教的菩萨到初地了。悟到中道的道理，与原教的人相同，但是伫个初地以前，将这个丹中的道理体悟到其中所含的不但中，就是空界阁不离中，就是即空即假即中啊的道理，就是自这个十诸位到这个十回向的这个之中间，又将这个别教转入去个原教，所以叫做缘接别，缘接别教，也称为叫缘离别啊。那么头前啊。啊，你讲别接通、缘接通啊，还是缘接别，合称三辈接。别教来接应通教，啊，无就弯教来接应通教，弯教来接应别教，这个三辈接。比较的意思的主要是指讲管理之节，体悟的其中所含的深意，由此搁再转进搁较悬的处地。以上三教在理论上皆可通至佛果，但是实际上呢？哈，行者即因中就必接必接，以主因，所以以至于啊，无人会到达到三宗教的断灭，因为这个宗教是断这个见思惑，得证得这个阿罗汉果。但是这个通教八地以上，乃至八教初地以上，啊，这拢总也未断灭，证得这个佛果，因为宗教断见思离惑，是三界内。就是已经证阿罗汉果，啊！但是这个通教跟别教是行菩萨法，伊都要断这个三界外的这个、法执，的这个定三业，佮根本无明。所以这个通教跟别教呢，伊无究竟的证各位的人，耶！所以讲乃至别教初地以上，哦，到这个啊为有教无人，有教无人就是讲有人这个学这个教理，行这菩萨道。但是无人能证得这个果位，啊，因为通教跟别教是大乘的过程，必须要到圆教才有法度，或者是果头无人，果就是说智佛果，但是没有这个人。我再解释，意思就是讲，藏教一断这个三界内见思，三界内见思离合，断这个三界内见思离合，一证得这个阿罗汉果。阿罗汉分作两个，一个是小乘阿罗汉。就是四个阿罗汉，一个大乘的阿罗汉，就是咱咧讲的佛；小乘的阿罗汉，是断这个三界内的见思离合；大乘的阿罗汉，就断这三界外定沙业，甲根本无明。所以伫个宗教有证果位，因为证的四个啊；但是伫个通教甲别教，因为伊咧行菩萨法，要无证的佛果无法度，所以必须要伫个圆教，才会当证到究竟的佛果，究竟的佛果。所以叫做无人证教。就是有教无人呐、啊，或者是果头无人，就是无智佛国者，无智佛国者，讲归讲，啊，等于家己去想啦，啊，反正等于慢慢去想。请翻开讲义，啊，我们看原教第四的，一二三四的是四的最底下原教。啊，咱昨昏讲这个宗教、通教、甲别教，现在要来讲这个圆教的。圆教圆，意思就是不偏，就是圆融、合璧，就是不论一迷还是一悟，伫个本质上并无差别。啊，处于真实之理，也是为佛。所觉悟的道理，所以圆教伫个显示佛的所悟，也就是为明示佛得自内证之教。啊，自内证就是佛有证悟到什么道理，那么圆教就体悟到什么道理。初教观空、界、中三啊三谛啊三谛之理，在一谛。哦，互具其他二谛，意思是讲，
这个中道的道理不但是中，它是用一心三观，不是像这个别教。别教是说处地三观，观空、观界、观中，这有处地。那圆教不是即空即假即中，即假即空即中，即中即空即假，当下的一心三观，因为我的空当下就是假个中，我的假加油，当下就是空个中道，我的中道当下就是记住空加油的这个东西，这叫做一心三观，空假中，故出三观称为一心三观，故称不处地三观、圆融三观。以上四教中，藏藏通两教为教正教正俱全。教正俱全就是讲这个教法，甲这个正悟，拢总是方便，唔是真实法因为别教呢是教全正实，教是方便，正就是真实法。所以真实法就是大乘的一思想，一时想法就是真如的意思，正的真如的本性。这是别教。所以头前两教是教甲正，拢是宽卡方便。因为是别教是。教是方便那么正是真实法，这叫做教款正实。圆教呢，即为教甲正具实，是教就教的是方便法嘛正呢是真实法，这个教甲正拢总是真实的，拢总是真实的。意思是讲，那别教是。教是方便，正是真实。因为弯教教是真实法，那么正是完了真实法。教是真实法，就是讲就是唯是一个真实相，真一真实相。咱华严经讲一真法界啦，那么法华经讲实相啦，那么涅槃经讲大般涅槃啦，那么这楞严经讲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那么这个圆教讲的教甲正拢是真实法，那是依处配这个五时看第五即马爱边界看看这个处的安尼，因为倒袂落去就倒处的。即第一华严时正说圆教兼说别教，因为圆教。教理真圆融，真彻底，对这个内经的这个菩萨你咧讲的，所以这个兼说这个别教，这个别教然后大菩萨的根基，原来会当下听这个圆教。第二六圆时，单说三宗教，所以下面一个挂号就是单，单就是敢那讲这个三宗教法安尼尔，经律论。第三方等时。就对说四教，就叫做对。对说四教就是藏通别圆，拢总包括在内，用一个对理。第四破戒时，就带这个通教、甲别两教，正说是圆教，是针对根基较内的人，但是呢，还佫包含了通教甲别教第五法华涅槃时，是中法华是顺圆教。顺的就对，离涅槃经是对说，是并说四教佛要离涅槃，佮佮讲，佮讲这个四教，对面就是顺的圆教，对面就是讲到这藏通别圆，就佮讲这是宽卡方便呢，所以就爱佮去掉，留一个纯，就是要幸福大家拢会当幸福的，圆满，圆满教，同时。法华之圆的圆满是金圆。伊说法华经以前四时那个四时，那个圆是色时，
过去的圆满，法华经是这个时阵的圆满啊。那么法华经以前的藏通别圆，嘿，那是过去的圆满教。虽然同一个教义讲是哦圆满呢啊，这圆满是四圆，哦，搁是真圆，但是呢，这个体是无个无两样。金圆啊，金圆满教，甲过去圆满教，这个圆体无私啊。就是无共，无讲无共款，拢总共款的意思啊。这是伫论讲伊的作用，火油啊，火油油甲烈啊。所以讲金丸为顺丸，独妙开显门，啊，开前显示，开显就是显示这个顺丸，而这个独妙而这个法门，啊，这个真言。你超越头前四时的迄个过去的圆满法，显出这个殊胜的作用。意思就是讲，法华涅槃这个圆是顺圆法、圆满法、顺正圆满法。头前迄个圆呢，是照着藏通别圆来比较出来圆满法，比这个藏通别较圆满，所以叫做圆满法。但是这个设立的圆，佮今日的这个圆满法呢？今天这个圆满法法华涅槃，阁是顺圆法啊。由此法华经乃是四教之外，超八体哦哦，是最殊胜啊。超八就超超在头前个啦啊，头前个。哎，而且是超越化仪四教，法华定化仪四教的藏啊，不是顿见秘密不定，化华四教的藏通别言，好、啊、超越这个。八教，所以叫做超八体哦。而为最上的醍醐畏教，醍醐畏教啊。那么安尼讲啊，注意安尼讲，有时会听无，听无会无啥啥，会无啊，无啥啥。长落来的人有咧害头咯。袂袂啊，即马吼，即简单，即马现伫第一张来。我若将即个第一张即个讲表。有画线路的，位头啊，安尼你干那看这个表就好，拢唔免看头前后壁，你就通，哎，你就会通啊，唔免烦恼，唔免烦恼啊。好，看这个表，化仪四教，就是佛咧度化众生的形式，啊，分作顿。就是根基足来的人，根基非常的来，亲像个大菩萨啦，六祖迄落一听就顿悟迄款的，足来的人，顿教用这个顿的方法，亲像药啊爱开药方啊，这个人的灵性啊爱开烈药啊，啊，这个人啊烈性的爱开灵药啊，啊，那么这个人啊。哎，熬容易感冒，爱开一个改变体质的，所以化仪术搞就亲像咧开药啊，迄张药单、药单的药方就对了，开始咧开药啊，为爱开这个顿教这个药方呢。过来下面讲渐教，渐教意思就是讲，伊根基无够来，伊必须要慢慢慢慢甲伊牵教，甲牵教。但是这个渐教呢，有个分作渐初、渐中、渐末啊。渐初也是讲，伊根基是小性的，啊、哦，根基是小性的，所以伊必须要讲这个四阿含。渐中呢，会当渐渐进入这个大性法，进入这个大性法啊。渐满的，就是讲大乘法听到已经真久啊，所以渐满的意思就究竟破戒法，究竟圆满啊。要来讲这个圆满法，这渐满，哎，啊，过来秘密教，就是讲，这秘密教你边啊，你个写规哩，写讲根基不同。佛所说法所得不互相知道，
啊，你若写安尼，看了就会知。因为根基不同，佛所说的法，所得到的互不知，互相不知道。就等于讲，我即马伫遮咧说法，你所得到的，甲伊所得到的无同，这叫做秘密。你知影你的尔，伊知影伊的安尼尔。哦，不定教呢，啊、哦，写八字，这法会同时啊，所证不一。法会同时，佛咧说法的时阵，啊，佛咧说法的时阵，坐伫头前只众生拢总动机的时阵，叫做发挥动色，所证不一的，伊所证到的呢，就是无同。有诶讲四地法呢，证得圆教的菩萨；有诶讲的菩萨法呢，证得小乘的尔。所以讲不定教，就是讲法会同时，所证不一。发挥是大家同时一致的所在，但是伊所证到的就是无同，就是无同，就所证不一。又来最左边，非顿、非见、非秘密、非不定，你讲就是发法的判时。哦，伊也毋是顿，也毋是渐，也毋是秘密，也毋是不定啊。好，在秘密教跟不定教的上面画两条线出来连在一起，上面写四个字，叫做同听异闻。大家拢在听，但是听到拢无同啊。好，在秘密教的上面写个秘密不定，在不定教的上面写个显露不定。你先写起来，我再给你解释。秘密教的上面秘密教的观点写一个秘密不定。不定教的观点，写作显露不定、显露不定。这意思是讲，秘密教的讲，虽然讲咧听，互相无了解，叫做秘密不定。但是呢，不定教是大家拢咧听是真清楚，哦，拢咧听是真清楚。但是所证的无同，叫做显露不定。哦，伊是显示出来，大家拢咧听，人拢真清楚，你咧听，我嘛咧听咧，大家拢知影咧。但是确实呢。所证的境界无同，叫做显露不定。头前这秘密教叫做秘密不定。好，在顿教跟渐教的上面画两条线连在一起，上面写个显露定教。顿教跟渐教，渐教底下分渐初、渐中、渐末，顿教甲渐教为两条线起的连做伙，反正写是叫做显露定教。显露的定教，就是讲，伊是足明显出来，啊是定教，伊毋是不定的啊。你是蹲，啊是尖，会根基无同，安尼好。好，下面，这个化仪术教，来配这个五时，啊五时，蹲教，咱即马看这个华严时。佛成道的时阵，讲这个《华严经》，这个《华严经》啊，是针对这大菩萨讲的。啊，后来佫针对这声闻缘觉的根基讲的。所以啊，《华严经》的时阵，画一条线，佫去观顶顿教，意思就是讲，《华严经》就是这大根器的人在听的。所以这顿教画一条线落来，配合伫个华严经。啊，华严经为什么画伫个这个秘密教，搁画伫个这个不定教的观顶呢？这个秘密教，哦，甲这个不定教为什么后画落来伫个华严经呢？就是讲佛伫咧讲这个，这秘密法，这个秘密教就讲佛咧说法的时阵，有人去悟到。华严经的思想，正悟的华严经的思想，所以啊，伊干那一知影呢，有华严的境界，有华严的境界，所以这秘密咧，啊，
画一条线入来化验，是因为根基无同，所以大家无了解。但是其中有根基下这个化验的根基，这个不定教为什么画一条线入来这个化验时呢？这是什么原因呢？是讲发挥动色，讲的不是化验，但是伊所证到的，对我化验经的这个境界。所以讲，不定也有化验的根基啊。所以第一叫做化验时。那么佛成道了，成就高山就是化验经啊。讲这个化验经对大根基的人，说法三七二十一日，后来佛搁伫个声闻缘觉当中，搁讲这个化验经。所以化验经分作两个阶段讲得着。过来，六万时。佛讲这个华严经，小乘的根基如聋如哑，完全听无。佛认为讲，安尼无法度利益的众生，安尼无法度利益的众生，必须要，甲讲这个素体法，小乘的素体法，讲这个小乘的素体法，所以伊就下这个金刚座，来到这个鹿野苑。三转素体法轮，三转四谛法轮，就是在这个鹿苑时，所以鹿苑的旁边写一个阿含，因为伊所说讲的拢是离未开阿含经素阿含，所以又名阿含时，但是是伫六万鹿野苑讲的，又名鹿苑时，所以六万时就是针对小乘的根基来讲，因为华严经讲的听无啊，是佛准啊下座。下座了，就开始讲这个上简单的四体法、十二因缘法，吼、哦，啊，这个顿经的菩萨六道法，要六万世，啊，佛成道就先来度五比丘。佛在讲华严经的时阵，咱众生来看，佛是坐在金刚座下，菩提树下，金刚座，啊，菩萨呢看到佛是在说法，因为。众生看到的是藏六金身，因那菩萨看到的不是这款，菩萨看到的是百千万亿游旋的身躯真大尊，所以咱凡夫看，佛是坐在迄个所在无叮当，因那菩萨咧看，伊是伫个化妆世界，咧讲这个华严经，咧讲这个华严经，哎。那么六万时的时阵，佛就现这个比丘相，佛是十九岁出家。经过十二年，拄啊三十一岁成道，佛是三十一岁成道啊。有人咧讲，佛是二十九岁出家，四十一岁成道，两种讲法哦。那么不管安怎，佛就是一个圣人啊。因为这个印度无重视这个历史，所以一般的人拢是猜出讲十九岁。出家三十一岁成道，因为为什么会猜出这款的讲法呢？因为印度人是真早就结婚，差不多十二岁就结婚。在比丘尼界里面，拢有讲佛陀当时在世的时候，拢差不多十二岁就结婚。啊，怀胎罗侯罗是六冬。哦，伊经典记载，罗侯罗伫个老母的腹肚内是六冬。这六冬是因为，迄鸟鼠啊咧走来走去的时阵，伊去摕一个破布，去啊踢个鸟鼠啊空，互鸟鼠啊禁伫个内面六冬无物件通食。感应到这四代人伫个妈妈的腹肚内面六年，才来出世，叫做密修第一啊。啊，听讲伫个巴肚内面在咧修行咯，所以啊，去踢个鸟鼠仔空啦，哈，去踢鸟鼠仔空，踢个啊，即世人都出世袂出来啊，啊，这经典人的记载，那么按这样咧讲，所以，那讲佛是十二三岁结婚来讲，哦，啊，若怀罗侯罗六冬，要算起来都要二十岁、十九岁、二十岁，迄个是佛是离开了。
啊，那么就生这个罗侯罗。啊，所以讲，有的人咧讲，佛也未离开，就生罗侯罗。啊，所以因为印度足无重视这历史的，所以咱今麦要用一个考核呢，非常困难，非常困难。所以一般来讲，搬电影也是拢猜出十九岁出家，佛是十九岁出家。31岁成道啊，31的，不是像咱即马七八十还佫伫遮咧饿，哎，咱是真正足可怜的众生，真正足可怜的，佛31岁就成佛啊，大天哦，哦，所以讲人咧讲佛啊，49年转法轮，啊那安尼31岁成道加49就80岁，安尼都正确，啊，都正确，哈、啊。佛说法49年，谈经301会，就是讲经讲300几回啊，集合300几拜的讲经就对。啊，那安尼呢？历史来讲，印证安尼是正确，安尼是正确。那为人讲离高血，一般的人是无采取讲离高血接受的观念。讲佛离高血才来出家的，一般是无安尼讲。哦，所以拢接受这个19岁出家的这个情形安尼。那么照讲哦，佛不是国王。照讲佛不是国王，哦嘛不是皇太子，哦，照历史上印度东西分作，哦，北天主、中天主、南天主、东天主、西天主、中天主，印度东西分作5个天主，啊，天主就是印度东南西北中，那么就是亲像现在的美国划成54个州，一州一州，这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就是联邦调查，联邦调查。这联邦的一个联邦，那么释迦牟尼佛是中印度的一个小国，就是迦比罗卫国。迦比罗卫国，所以你别讲，佛东西这些是整个印度的国王的后生，这个或者太子，这不是这样子。等于我们现在中国来讲，应该是讲诸侯的儿子，诸侯的儿子。而不是国王的儿子，但是因为啊，咱佛教徒啊，好，讲这个太子了，出家我是真有面子的，你听无？啊，伊是足有面子的啦，啊，但是安尼讲是违背的历史，违背的历史了，对啦。啊，那个啊，阮这释迦牟尼佛是太子出家，啊、哦，这大家都真有面子安尼。但是实际讲，历史的下给按照历史上考据，他不是太子，是吧？就是联邦。就美国的联邦州的一个州立的一个政府哈的儿子，是安尼讲是符合这个历史的对，哦，啊那讲这个太子呢是佛教都是真有光彩安尼啦，真有光彩啊，所以安尼就真无简单咯吼，安尼就真无简单啦，所以真大咯安尼就对啦，哈，哦，照历史来讲就安尼啦，哦，啊照电影来拍是大家讲叫太子出家啦，太子出家啦，哦，所以这佛教都大家走路都慌啊，然后。合作是太子出家对哈，这样，这新闻出家有差啦，啊、哦，新闻出家有差，好、哦，即马人来听经，哎，来听菲律宾老师讲经，哎呦，我唔爱去，啊，人爱读经教授诶，读足侪册呢，哦，这学历都搬出来都跌落去安尼，啊，读足侪册，毋是无读册呢吼，啊，有时候就啊，佛教都感觉咧足光荣的哈，即款咧是讲配合世俗人啦。哦，世俗人都爱读些较悬的法师，伊就看较有够重，就啊无，咱读这遮侪书，免来动恭敬老先会调。伊若问你一句，你就听伊咯。就算不是安，人伊无读册啊，算不是安尼。啊、哦，因此伊配合这个世俗，啊、哦，世俗人就学讲学历较悬，哦，看起来就较有分量。哦，啊，就讲啊，咱听这个学历较悬的人讲经，是安尼原因呐、啊。所以六观时啊，是佛下这个金刚座下。下这个金刚座下，那么伊来讲这个四谛法，和这个修行的根基。那么六万时，所以六万时有这个渐初为一条线，就是渐教，因为伊毋是顿教，所以是渐教的初期的时阵，第六万时。那么秘密教呢，就是讲因为根基无同。伊所听到的，敢若得到这个小乘的法，所以六万时，这不定教呢，原来有哦，因为法会同时咧讲呢，伊所得到的只是像小乘的利益安尼尔，所以
秘密跟不定，搁画一条线落来，秘密甲不定，啊，然后得到讲大乘法，才得到小乘的利益安尼尔。所以秘密教、不定教，拢有伫六万时画这个线落来。六万时就是讲秘密教、六不定教，有讲这个大乘的，无，而且讲这个啊圆圆满教，但是伊所得到敢那小乘的利益尔。所以画一个线落来，就是入眼入眼时。过来。红顶时，红顶时是渐到小乘的根基，渐渐的成熟，渐渐成熟来讲，就渐到的中啊，哦，就红顶啊，你看哈，红顶的就是遍十方平等法，遍十方平等法，这个变成大乘的啊，大乘法了嘞，哦，这个大乘法里面呢，渐到的中啊，画一条线，如果渐中画一条线的方等，那么必必到跟不定到，为人听小乘的。得到这个方顶，哦啊，那么为人听这个法华涅槃，还是讲听这个破戒时，哎，得到这个方顶，所以啊，必必教、不定教，完了有滴方顶。过来，见教的末，为一条线路，一个破戒时，忽然根据这个六万时的小乘的根基，根据方顶时的这个大乘的根基，以及这个爱讲这个究竟空。所以在般若的旁边画写三个字，讲毕竟空的道理，毕竟空的道理，啊，这般若时讲毕竟空，啊，讲十八空啊，啊，空空啊，十八空，般若时讲毕竟空，哎，大乘的根基已经成熟，也必须要讲这个破戒时，啊，就讲这个无相法啦、啊，无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无六道万行，啊！无所谓的布施，无所谓的乞丐。诸行本有布施，诸行本有乞丐，诸行本有具足破戒。啊！所以都讲空龙中火念，龙中去掉一切执着，毕竟空。连所得的法全部爱放下，毕竟空，就是破戒时，破戒时，破戒时。啊，为这条线去的渐末，就是这个渐教啊，这根基啊，这渐到渐渐来讲，渐出渐中渐末，这根基渐渐来渐渐成熟。所以啊，哎，渐末那秘密跟不定也是这样子啊。讲小乘讲小乘的，那么他得到这个般若的这智慧，或者讲圆教的，他得到般若的智慧不一定啊。秘密就般若时啊，最后法华涅槃时，会不会涅槃？法华经，法华经，法华经的边啊，写着佛从七十二岁开始讲法华经，佛为七十二岁一直讲到八十，啊，涅槃经的旁边，佛入涅槃一日一夜讲涅槃经，法华经讲八年，涅槃经讲一日一夜，涅槃经讲一日一夜，涅槃经讲一日一夜啊。咱都要读足久个呀，有够大本呢！你环境你看嘛，吼、哦，有够大本呢，惊死人。所以法华涅槃这个时阵，就是佛了已经进入这个最后的阶段，最后的阶段。好，来看这个五时看了，你嘛看这个五味，五味啊，不是五味丸啊，五味。为什么叫做如味呢？华严经为什么叫做如味呢？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啊？你敢知是什么叫做牛奶的灵味啊？啊，意思就是讲，华严是大菩萨，佛已经证到这个究竟法，一将伊自内证的物件讲出来，就等于一只牛。直接挤出来骨鳞，上新鲜的，就直接从牛的身上挤出来。简单讲，这华严经就是从佛的智内证的本性流露出来，一模一样的对。简单讲，如味就是以原来的味保持，保持原来的这个味感款。牛如从牛身直接挤出来。这大菩萨的法从佛的智内证直接去体悟，意思讲直接的物件就对，直接的物件就对，啊，没有经过任何的改变。简单讲，华严经就是咧讲，佛
伊个伊即个自内证的物件，以及圆满法、富贵法、华严时，就是入位。但是因为这个入位啊，有的人未习惯，慢慢慢慢过来个转变，个提炼，变成落位啊。因为人古灵食了会闹腮，未合，改变一个落位，像囡仔爱食这个落位，哈哈，入宴时。若晚时的修行诶，落位啊，也是如位，个落体炼变落，有一点酸酸的。过来，黄等时是什么呢？生疏位的落位个落，个体炼变生疏位啊，慢慢呢是个落一个增熟，要用个些叫做熟位。般若时的熟疏位，嗰度个提炼比醍醐位是下面的无人知。那么我有问过这个，忏隐老和尚，我讲师父这个醍醐是什么东西呀？一家讲一个，我印象真深。咱咧出来灵盘，你听吼，迄灵盘来孙仔出来吼，灵的孙仔出来，咧运的哥哥的，迄款叫啥物啊？沙啦！哎，个物件就是迄款物件啦。啊，较早是安尼，无鬼波都唔知这体肤是啥物物件哩。啊，有人讲唔是啊，有人讲唔是啊，这体肤是啥物件唔知。所以这逢甲大学素食团呐、啊，蔡英法师提一个字叫做醍醐仙啊，像那个十字仙的哇，醍醐仙哈，我就是爱食这款物件，醍醐仙啊。那么这个味的愈来愈纯呐，味的愈来愈好就对了啊。你入味的是表示讲，也保持原来的鲜味了。落生疏熟疏醍醐就是变改变落去啊，落去个提炼啦。过来，华严经的底下，华严师的底下一个坚，简单讲就是讲华严经的时阵，因为根基先过来，但说这个原教，但是坚说别教，所以啊，这个华严时啊，刚才对这大菩萨来讲啊，就是弯教。不得别教。落晚时呢，单就是只有对修行的，但三藏教，单就是藏教，宗教。啊，对呢，就红顶时呢，红顶时多修行大乘的拢总讲，就是藏通别言，拢总有，就对藏教也讲，对通教也讲，对宗教也讲。对通教嘛讲，对别教嘛讲，对弯教嘛讲。发这时呢，大有弯教的这道理，但是兼有通教甲别教的思想，所以用一个大。法华经叫做顺弯法，就伊的教来讲，伊是属于弯教；就伊的波来讲呢，伊是顺弯。开显缘的旁边呢，写两个字，就纯缘。开显缘。那你弯高的边要有开显年，边要写着纯缘法，一部来讲，它是纯缘，顺弯法，过来涅槃时的底下有个追说，后面你涅槃的时阵呢，也够一个一挂修行的根基，一挂藏通别教别言的根基，伊袂使讲这个顺弯法，所以讲啊，伊在追说。追溯的是讲追溯以前的，因为阿个佛啊，要入涅槃的时候，阿个一寡修行的根基啊，也未修到顿来，必须要立一家修行的根基，所以这个为头讲这个藏教、通教、别教、原教的思想，佛家一旦应该得到，已得到，因为佛要入涅槃啊，叫追溯，所以追明呢、啊，明就是讲你讲出来了，这个藏通别言再去掉。
啊，这个都不是究竟的。好，每一个众生皆当成佛，十方三世一切佛，每一个众生极足圆满。哎，这位名名就是除掉，只有存留这个圆满法、纯圆法，就是名。追说就是慈悲纳受比较差的根器，追名就是要除掉这些前脚方便，只有留这个纯圆的法，就名，除掉的意思，读掉的意思啊。哦，安尼这个，你来听这个钢笔这个线安尼落来吼，啊，就大行拢解决啦，对吧吼？就袂安尼呜沙沙啊，而、啊、且、啊、听这个钢笔落来就 OK 啊，哦，对不对？听了心情就真好，阿摆家己看经典。哦，都有一个入处，在化华寺架的旁边写个药味啊，药味啊，啊，来讲化极树高是药方，化华寺高药味就直接开药落去。啊，来看第三，看第三，哎、啊，五时，哎，第一。华严时，第二阿含时，第三方等时，第四法界时，第四第五法华涅槃时。华严三教，华严三教就讲《华严经》啊，啊，行利益，先造高山，高山的旁边写个上根立志的人，大根器的人，啊，赤造幽谷，这个造就是利益的，先利益。高山就是生理一家根基上来的人，这个日头慢慢慢慢啊，一直晒晒晒晒来到中啊，只啊赤照幽谷，幽谷就是差的根基啊，修行的根基，蒙在谷子里面的山谷里面呢，啊，赤照幽谷，幽谷就是小圣啊，啊，上界差的根基，后照平地啊，啊，后照平地，哎，啊来照照的平地，照的平地。或造平地，平地啊，那么哎，这个红顶石啦，慢慢慢慢的照着这个大乘的根基了。左边实时啊，义中时、正中时啊，就慢慢讲。实时旁边就是写个方等时，义中时就是般若时、法华涅槃时啊，这正中时就是法华涅槃时。这个是用假崩的时间来譬如。花严时跟阿含时呢，只不用吃饭的时间来披露，只有红顶时，好、哦，也后照平地，要中央画一条线照出来，就是咧讲红顶时、发这时、发发了盘时，那就吃饭的时间来个形容，来个解释红顶时吃饭的时间等于八点，一直在八点 ，A.M. 八点八点。啊，这意思就是讲，哦，要开始或者开始利益众生啊，开始有一点啊入这个佛法啦，就是为大乘经典开始弘顶时，这破戒时啊，这个根基已经渐渐接近啊，这圆满啊，就是下早啊十点狱中时，下早啊十点，早上十点狱中时，到个正中时，正中时就是讲佛伊上界重要要等的一天，就是这个时阵。在正中时的旁边写四个字：实相中道，是上中道。啊，在旁边再写个无影。为什么讲正中时呢？就是无影。咱来行一个车啊，咱来行一个车啊，去踩这日头中啊，日头安尼照落来，这个的哥啊，无这个影，无这个影。这意思就是讲，佛的大众生度到最后，入这个法华涅槃时。化法的盘是无理性的，无理性法，新闻完结无，无宽卡方便的菩萨法，拢直接入去的中道实相法。正中时就是没有影子，没有影子就是除掉二圣，还有全菩萨、全智菩萨，因为分一个实智菩萨，一个全智菩萨，除掉三种人，没有二圣人，没有全菩萨、全教的菩萨，所以就是正中时无影就是无影，中道无影。无影就是无混杂的意思，直接入去实相中药中道，就正中时正中时，体悟体悟味，体悟味体悟味啊，体悟味。所以涅槃五味啊，唉，《华严经》
先造高山的乳味，阿含时初就幽谷的落米，红顶时修就片的青苏啊，青苏米啊，那破这时牛中时叫做石苏米啊，那么发发了半时正中时叫做地乌米，醍醐味啊。过来下面，《法华经》穷旨意。哎，《法华经》伫咧比论，《华严经》的时阵，忽然讲这个《华严经》啊，哦，真好。这《华严时》啊，就表示讲啊，这个人中家主啊，伊足钱足势力，是摇剑起舞啊，啊，看到这个。老爸是这么有地位、这么高的人，就是咱亲像咱看到佛安尼，华严经直接看到佛，但是这根基无够的。哎，阿含时呢？阿含时是啥物呢？故奴处分，即马看到这中者有钱有势力，因这后生啊，说唔敢认老爸啊，啊、哦，唔敢认老爸啊，啊说一直离开啊，哦，这个中者为着滋味，要互伊继承这个财产。就是要继承这个佛的慧命啊！哈、哦，伊先甲请来讲啊，你唔是我的囝，无唔对，你唔是我的囝，无唔对啊！但是你啊，我甲你请，请你来清便所哦，啊，即马来清便所啊，清便所，逐工就接受这个中家主，就是亲像啊，在做主意啊，啊，讲家己啊根基无够，啊，家己根基无够呢，那么唔敢呢，讲伊将来会当成佛。那么唔敢讲承认讲伊将来一旦成佛呢，师父都要方便啊，有时间啊，老菩萨啦、啊、来甲我道清这个便所啊，啊道清这个讲堂啊，伊就真正来啊，啊，所以一款老菩萨讲，阮奶奶叫老世界扫涂骹就好啊。那老菩萨伊无想讲伊也成佛啦，哦，伊原来成佛就对啦，好、哦、算不是安尼，啊，所以即马师父慢慢就开始讲，你原来有成佛的一天。哦，伊就故奴处分，先甲请来请出来，哎，叫阿含时，哎，第三方等时，红顶时呢，心相体性，哦，伊即马慢慢啊，哎，你这个本性就是佛嘛，是吧？你有记住这个本性，佛的本性吗？哦，你有记住这个佛的本体吗？所以你要相信讲你安那会成佛吗？是心相体性，就是讲慢慢让伊产生，讲伊本性就是有佛性，爱让伊相信，就是、心相体证。过来，第四破这时更无虚词，讲啊，太好了，啊，更无虚词的讲，哦，原来就是安尼啊，我就是甲佛同款啊，啊，更无虚词安尼就无虾米个自卑感啊，哦，会当直接，哦，了解我本性就是佛啦。啊、哦，无并无个要求个其他呀，我有这个能力，会当继承这个佛，或者衣钵啊，就更无虚词。伊确确实实有这个能力，这就更无虚词啊。到最后，法华涅槃时智慧清足啊，这个中家主啊，伊百岁年老，爱将这搭打交代给因囝，讲啊，就集合这个亲族，我从今以后将这搭打要交给这个人。啊，看到就是我请来清便所的，慢慢我甲开始，吼、哦，哦，伊就是我的囝，因为相信讲伊确确实实我的囝，今仔日伊无自卑感，伊有这个能力负担讲我这中家主，而这个家业，就是聚会亲族，就是准备受祭啦，啊，旁边就是准备受祭啊，啊，甲收记，伊就是要成佛啦。啊，就交代讲啊，你经过几劫了后，你伫个什么他方世界，你会成佛，你的国土叫做什么名？你的国土叫做什么名？哦，外清净的国土安尼，叫做聚会亲族，就是表示讲责任要交乎伊啊，啊叫只亲族啊来，大家集合吧，啊。安尼讲了啊，今麦过来啊，九十二页，92页啊，九十二页，九十二页中啊，
一、二、三、四、五，倒数第五行。咱即马五十八教已经讲了啊，已经讲了啊。色，色法华经，啊，是解释这个法华经，也分作三段三分。第一，殊品为殊分，从第二方便品到第十七方分别功德品十九行，这个基啊为止啊，是正常分。为后边到二十八普贤菩萨劝发品啊，拢总十一品，十一品半，这是流通分，这是初仙、中仙、后嘛仙啊，不是人真仙的仙，是头先嘛作仙，中嘛作仙，到尾嘛是作仙安尼，是仙术的仙。下面有一时下面啊，一指地藏大师生长归本经二十八品。分作三分，有一时就是讲法，讲这个法华经，将这个积门甲本门两门，拢甲分作殊分、正中分、甲流通分，就是讲积门啊十四品分作续正流通，本门啊分作续正流通，就叫做啊各分三段就对。法华一经头前十四品，乃是积门开款。现实这门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世的人实现成佛的书籍开三圣心佛王甲菩萨的宽卡教，宽卡方便离现，现这个一性的实力就是实相法，实相的道理就对。简单讲就是讲法华就是要成佛，所以古早人讲开会楞严呐。成佛法华，开会的楞严经啊，咱若要开智慧，爱研究楞严经，就得开会楞严呐、啊。成佛法华，要成佛啊，爱研究这个法华经。所以现在的一心也是实力的对。后十四品呐、啊，乃是本门开尽千万，本门就是无量劫啊，释迦牟尼佛求无量劫以来。早就成佛成道的这个本啊，开这个如来的根修啊，最近的这个寿命，现这个本地的晚修啊，法华如来修量品里面来讲，讲释迦牟尼佛啊，家己讲，我是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哪有他劫？哪有他翻译这中文叫做一劫啦，一个意思啦，哪有他就是呢，百千亿啊，百千万亿啊。叫做那由他解，即即门甲本门各分三段，那么法殊品定五品，哇，把品拿起来就是第十品到第十四品呐、啊，就是法师品呐、啊，啊，第十品叫做到第十四品呐、啊，《法华经》第十品到第十五品，即所以叫做法殊定五品呐、啊，该为即门流通者，第一品第一殊品专为即门殊分。第二方便品到第九受学无学人，这个基品受这个学甲无学的基啊，受基啊，就是要成佛啊！啊，拢总有八品为积门的正中分。第十法师品到第十四啊，安乐品啊，安乐行品啊，那么这是这个流通分，这是积门的流通分。拢总有五品是积门的流通分。下面第十五品将第地用出品精盘，到弥勒菩萨以文殊殊佛经答字，怒定主动因是的文，乃本文的法起书，法起书。从尼时释迦牟尼佛告弥勒菩萨，到第十七分别功德品为止，拢总两品半是本文的正中分。为第十八随喜功德品真经啊，有十一品，该为本文的流通分。那么讲这意思，是要给大家。简单了解一下，所以可能听起来迷迷糊糊，但是无要紧，吼，先有这款观念就好，因为《法华经》足侪人无看啊。九十三页倒数第一行，盖续必提一经之纲，流通之法师不庸，关系非小，后人不答。简经文稍涉一理，便判入正中，自序及流通仅存故套，
安所称出于异善，后于异善也哉？即读台语的哈，盖书必提一工啊，一经一经之工啊，啊，就是讲这书分啊，就是一本经上盖重要的流通分啊，就是会当这个法布施出去，未去阻挡着，就不用啊哈。那关系啊，这个关系会晓得讲，而且真重要哦。九十四页第一行，后人不答啊，后来的人伊无了解，看到经文小可立着这个义理，便判立这个正宗分。所以因此讲，变作讲俗分以及流通分，敢那存这个固套，就是按古早按怎，咱就照按怎，并无什么意义就对了。这边也是讲初语也先，后语也先也在。啊，讲出来啊，这个价值说加，就是讲记者，就是讲有一点啊遮蔽啊，有一点啊咧讲安尼是无适合就对啦。啊，有一点啊讲安尼无适合就对啦。分科比先啊，分量唔好去就对。啊，我讲。对本经啊，后个大师啊，后个大师对本经所分的三分依然不同，所以修明三分该属于紧要，该属于属真重要的。以《法华经》为证明，以现这个初中后先也啊，杠通序者啊，今麦看这个杠啊，初序分这两个。一个是通序，一个是别序。什么叫通序？什么叫别序呢？通书通就是同一组八本经典，意思讲八本经典完了有安尼就对了。啊，别书是干那咱这本弥陀经有尔啦。同一组经典该具有六种的成就，所以六种的成就就讲，如是我们啊，如是那是信成就。就是讲，我阿兰确确实实如亲像啊，听安尼是如是，确确实实是为佛啊所听来，唔是我家己编的。我闻啊，就是闻成就，信成就，就是讲安尼人才会相信。我咱常常咧讲，国父说，哦，总统说，现在咧佛教讲，佛讲，啊，那加一粒佛吼。都继续有力量的，好啦，你袂使讲我讲，你算老几啊？啊，你是老大还是老小？你说什么？啊，人就看不起，对不？是不是安尼？所以咱人这个权威性吼，有时啊力量会真大。你讲佛讲啊，力量就真大，因为这佛讲的嘛，是圣人所讲的嘛。啊，你若讲我讲，无人要相信你。讲如是，就是亲像安尼。而且信心就为着要奠定众生的这个信心，所以叫做信心就啊，我闻那是闻心就，就我阿兰确确实实是听到的啊。那么这个佛啊，成道了后，差不多啊十几年，那么阿兰呢？是要才出家。阿兰要出家的时阵啊，在生活当中啊，因为伊头前无听到，啊无听到的时阵啊，伊就这个阿兰呐，伊就要求佛陀，讲希望佛陀，自过去你所讲的法，我无听到的。佮再讲一摆，互我听。啊，因为阿兰啊，记忆力足强诶，只要佛讲嘅，伊就全部拢记起来。好，咱即摆在册得去背啦，阿兰是唔免用看诶，就背起来。哎，所以讲吼，就我闻，虽然伊佛出家了后，十几当当中伊无听到经典，但是阿兰剃头了后，佛有报，报伊较早伊无听到遐法。
所以我们就是阿兰亲自听到一时乃时性，就有一个时间就对了。为什么说一时呢？因为印度算的时间跟咱中国算的时间不同啊，所以你也不能讲讲某时某月某日啦，因为时差啊。吼、哦，较早这个算法啦，跟咱即卖无啥同啊。佛乃是住性咒啊，就是有佛地的。夏威国是处性咒，有一个所在，请250人乃是众性咒，叫做正信序。有这六种的证明，才会当信讲这本经，这是佛讲的啊。所以你来去看这个一贯道的册啦，新教的册啦，伊是无这款的。但是到到今仔日啦，作者啦，今仔日啦，拢家己自称伊是模糊过来，将阿弥陀摕掉，将伊的像徛伫个莲花顶，往那摕莲花来接引众生，啊，这是作弊啊！啊，伊往那讲如是我闻一时。啊，什么佛啊？就即卖还搁咧挖咧啦，我都袂使讲什么人啊，还是在真悲哀啊，真悲哀、啊。即卖伫美国啦，啊嘛加拿大，加拿大美国啊。啊，如是我闻啊，一时什么挖佛啊？伫什么所在人有偌济？伊原来用安尼啊？啊，你足可怜，这所以佛法吼，佛法，你要。就拄着正法真难，啊无就变一款有诶无诶神通，哦啊无就讲用一款密法，啊密法实在是正法，是佛教诶一宗派，啊或者安尼不孝诶分子安尼乌眉乌目甲变做着骗财个骗色，啊安尼无甲无啥啥，啊密宗诶人真正咧是一个足有修行诶一个宗派，是吧？那么或者安尼乌眉目。有个破坏这个佛教的形象，哦，形象，所以即嘛啊，以后咧用这如是我闻，你是啥物？伫个啥物所在啊？呢啊，看到迄个真正头家个起形，哎，真正。那么这个情形啊，就是等于啊，这六种成就啊，就是等于咱即嘛咧。